准妈妈陈海琳呢日就出席眼镜发布会，已经见肚嘅 Grace 着住两寸高踭鞋，真系要小心啲啊！听讲 B B 嘅预产期系出年嘅六月，咁 B B 嘅性别到底几时先会公布啊？我妈咪爹哋知嘅，咁但系有啲亲戚朋友未知，咁所以就谂住迟啲同佢哋食饭嘅时候先至公布咯。今年嘅圣诞节 ，Grace 同老公又会点样过呢？因为今年系第一次我哋即系结咗婚之后嘅一个庆祝啦，圣诞节，咁样所以都会约两家人一齐喺屋企度煮个圣诞餐。咁我妈咪又应承咗会教我点整火鸡嘅，咁我都希望成功。但我谂其实大致上都系佢煮饭噶。我而家已经当咗系多咗一个成员噶啦，系啊，所以这个圣诞餐都预埋佢一份。